使用套筒配合扭力扳手拧松取下油嘴紧帽，依次取出油嘴和油针，导向套筒，使用镊子取出针阀生成调整垫片，装入导向套筒。博士腰20油嘴弹簧测量工具放在校铃块上归零。放置在喷油器上，测量数值。工具与千分表组装方法：拧松测量工具螺母，装入千分表，拧紧螺母。